欢迎来到魔法研究所，我是佳佳。开始之前，想要提醒大家，记得订阅我的视频和设置通知，这样如果我有新的影片和最新魔术消息，大家会马上收到通知，谢谢。今天跟大家研究的是《Penguin Life》，想要特别研究 Kelly Wiles 的讲座。这是2021年里面得到最高评语的讲座。这一个讲座包含一个影片，影片接近2个半小时长。有一些东西大家要注意。讲座里面，Kelly 先示范一个完整的20分钟表演。当中包含7个纸牌魔术效果，过后再详细教导如何表演每一个效果。这一个完整表演聪明的地方，就是一个效果完结的时候，其实已经为下一个效果设置好。所有效果都很神奇，不管是分开还是一起表演，都很强烈。讲座的最后，他还示范和教导他自己在 Penn & Teller 的 Fool Us 比赛上表演过的一个魔术效果 ——Fully Automatic Card Trick。在讲座中教导的魔术效果都是 Kelly 之前推出过的作品，可以直接在 Penguin Magic 分开购买。大部分效果都需要一些特制的纸牌。但是，一些纸牌魔术师可能已经在家里拥有。有一些效果需要特别手法，Caleb 也会提到他是从哪里学回来的，还会特别提到手法创作人的名字。如果对那一些手法有兴趣，可以在网上寻找创作人的作品。我个人很喜欢 Caleb 跟主持人 Dan Harlan 的互动。其中一个他教导的手法，刚好也是 Dan 创作的。Caleb 清楚用魔术师角度跟观众角度去教导每一个效果，他还有分享一些专业表演心得，例如如何准备每一次表演，如何偷换，如何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等等，非常实用。也可以把这一些运用在其他魔术表演上。这是我个人在2021年最喜爱的《Penguin Life》。如果你也喜欢纸牌魔术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一个讲座。在这里，我想要感谢 Penguin Magic 的支持，让我可以为大家带来这一个魔术。如果大家对这一个魔术有兴趣的话，请到他们的网站购买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下次再见。